我现在去哪里啊？完全不懂。哦，不想打火箭队了，累死了。抢戏，我觉得我的青梅竹马是上吊眼那种，眼睛怎么不像旁边那个比较清澈？这不知道他的眼睛好上吊。火箭队做为非作歹，哎，哦 ，OK。火箭队老大藏身之处，有人说这边是最痛苦的地方，哎，要打超级久吗？哎，要先 PK 一下、啊。可以不打吗？帮嘎啦嘎啦报仇哦！有点像迷宫。我看攻略也是要走很久吧。这液氮树是要什么东西打它、啊？火吗？它看起来是树吗？呀，它血好多哦！哦哦 ！SGO 的伊布好生动哦，宝可梦好生动哦。比以前好多了，能不能做得像那个宝可全一样更生动？喷火龙那个声音好难听呢、喔，从他身上干了一万元。我还要等他打完哦，不要吧，青绿哥，青绿哥，直接上去了吗？可以吗？哇靠，这楼层太多了吧！我来这边的目的是要到哪一层啊？天哪，这个太夸张了吧！嗯。怎么有个屌爆侠站在那边？阿波罗，阿波罗不是被我打爆了吗？嘟嘟嘟！愚蠢又优秀的孩子，打到哭着回家。他们对小孩子真的是一点都不容忍哎、欸。他们对小孩子真的是超坏的，然后都一直呛来呛去，觉得自己年纪大，然后就欺负小孩。哇！那个球是什么属性的、啊？雷弹，雷弹是用火炸他吗？我实在想不起来。咔啦咔啦是谁的、啊？啊干！啊！哎、欸，没事嘛。嗯？他自己炸死我还有经验哦，好爽哦！哇，这个亲密度超级高哎！那个雷弹是来送经验值的，装弹瓦斯，这好像肿瘤怪了。36级咔咔血怎么好像有点多、啊？
丢不到我就生气了。再看看回旋镖丢不到，我要生气哦。哦哦，有有有。又输了，地面打不到飞行哦，他可以用别的招式啊，白痴哦！哇，这女的，哦，真他妈没礼貌啊，输不起的，女生都这样。哎，哦，从他迷你群掉出来。哎、欸，到了、欸！哎、欸，他怎么先到了、啊？哦，他帮我补哦，他还蛮有用的嘛。不管几次都要来，欸、他直接自己自爆说老大就在那个传送点，智障！他就在前面，哇，不，他来要英雄挡怪，英勇冲锋，等下我记录一下。我觉得都是好人，他们都欺负小孩，好不好？那个秃头吗？他们老大要我要用什么属性打比较好？还是说随便呢、啊？好想拉五丈的头发，那么长。还卷卷的，把它绑在摩托车的轮圈里面，然后开始骑。哎，哇！我第二只是，哎，靠背派错了。哎呦，那快拳狼那个裙子里面到底有没有东西啊？一瓦一下吧。超大进化！干好少！为了不让我担心，野狗自己治愈了。哦，好屌、哦！这野狗太屌了。为什么他都可以做一些我从来没有料到的行为？他怎么可以做这么屌的事情？运动拳，运动拳打这些瓦斯炸弹有没有用、啊？他这个气场，他这个学来招式，这种能量大爆发，这个场面看起来好爽。输到跪地，等一下我把快拳狼往下排一下。皮卡丘招式比伊布少，是因为这只伊布比较特别吧？那奇怪，怎么什么都能学啊？好夸张的！他又要受够了。进去前再记录一下。被伊布骚气喷满脸。哎，前面站的是上次打的那个嘛？结果我们看后面那个像秘书的才是幕后主使。大师球完成了，对吧？说什么？哎、欸，他这个脸有点像《七龙珠》里面的赛亚人。用偷的资料做宝可梦，他们该不会是在做超梦吧？
哇，啊，这后面的大人就看着这个流氓在欺负小孩哦，会阻止一下、报警一下之类的。那猫老大怕什么？完全想不起来，乱放一通。警察都他们的人。我没有格斗招哎，不想换只。不管他怎么打，我就是要用吸的。有时候啊，虽然这是我的梦想啊，神奇宝贝这个在对战的时候，如果能够做出血腥效果啊，对不对？这样是不是就更有？更有感，更刺激，什么道理？可是这是任天堂做的，不可能会有这种东西啊！你连魔物猎人都不会说妈的喷血喷杀小的。就说伊布用火焰冲撞啊，然后对手被撞到整只血烧焦。然后伊布因为用自焚的冲过去嘛，所以他自己也会受伤，然后身上的毛都卷了、焦了，这样遭到流血破皮。然后被火烤啊、电啊，会焦掉、冒烟。然后像猫猫那个、喵喵那个爪抓到嘛，身上会有那个斩痕裂开、皮肉爆开、喷血，啪这样。然后拉达在咬人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会把对方的眼睛咬掉。还有那个快拳狼在揍的时候，那个皮那个宝可梦会被揍到鼻青脸肿。哇、哦，好刺激哦！真的好刺激哦！他怎么穿着胸罩出来战斗、啊？他怎么穿内衣裤出来啊？干被压扁了啊！好少、哦。这是怕什么、啊？乱放一通。啊，这个物理抗性提高之后，感觉真的很有效哎。他怕水啊？一个。像这边应该就打一打，然后泥多后，然后就被爆衣了啊，内衣裤爆掉，然后因为太过羞耻，无法战斗。然后像那个大奶罐嘛，有没有？究极之日、究极之月那一代的大奶罐被拉达用那个咬碎，有没有？然后那奶头就掉了，不见了，干有够恶心的。那想想真的超恐怖。跳起来你听好。哇。呛完就走了。这个不是宝可梦吗？不是有一只宝可梦是长这个样子吗？走路草还是什么东西？抢功劳了啦！这里是什么？大师球？一定能抓到，但是如果我丢了啊，没丢到，那我不是浪费了？尤其这 Let's Go 实在是超难丢呢。啊，上面这个传说宝可梦，这只是什么？火焰鸟。可爱的宝可梦和很强的宝可梦，可爱的是哪一只？
可以去打道馆了吗？为什么我要让可达鸭跟你交换宝可梦？你要我的可达鸭干嘛？等一下，我先去补血记录一下，有没有剧情啊？看一下。你这是盲目了吧？哇，跑光了！哦，太强了！金黄道馆，哎、欸，这布伊特拉很爱做梦哎、欸，人矮志气高，就像现在某些观众一样。哇，这是北斗神拳出来的、啊，北斗神拳有一只老大就是肥猪啊，你们有没有印象？而且很强。然后我觉得《北斗神拳》最有趣的地方就是里面的那种无辜市民，对不对？他们遇上那种坏蛋老大的时候，明明是，比如说这个无辜市民有160公分，但是在很多画面，那个无辜市民就变成好像小矮人一样，被老大用一只手就可以抓起来，抓小。那些老大都变成巨人，超好笑的。那是因为气势的关系吗？那人都缩小了。记录哥，真的哦。第六道馆这个是在哪里啊？大 B 啦！你们连大 B 是谁都不知道哦。又要传送，我有没有？哇！我是最高就刚好45。夜店道馆，哇！这平台其实没有说特别多，但是要上去很烦呢。这传送特效看起来好炫、喔，二选一，这里看看。这边好像撞了。哎、欸，到了，耶、yeah ！旁边好多人哦，哦，还有北斗神拳在看呢，从他后面偷袭他来一记闷棍。哎、欸，真的有北斗神拳人在上面，你们仔细看，还有一个不知道是哪来的肥宅、欸。嘿嘿，干！咚！嗨！哇，特效好炫！你果然来了，早有预感。他在炫耀他的超能力啦，他有预知能力，懂不懂？随手把当时一扔，就让他弯曲的那一天，干好小，明明就是宝可梦是超能力的。哦，血红眼，你有种就直接把我捏死啊！那只，哇，他那个姿势。他这姿势有点像路人一百趴，你们仔细看那个头，西瓜头，不要看他的长发，有没有发觉？摸补，这些来自高的宝可梦那些动作真的好好笑啊！干，超活泼的，超霸气的，干。哇，他该不会打自己吧？喵！怎么好像不太痛啊？不可能啊，
我是拉达哎、欸。要打多少次啊？干！硬撑是吗？硬撑是有，哦，再咬一次吧。巴沙小，耶！他死了还要演戏一下，哦，一千经验了，好爽。他后面那个，他后面那个壳会咬哎、欸，你们刚刚有没有仔细看？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个壳会动过哎、欸，太生动了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还会痛哎、欸，那壳会痛，壳会痛。宁静止水，缩阳入腹。那本来就是活的。他刚加了什么？特工。哎、欸，失败了，靠北。对，啥小？反射壁是持续他整个场地耶。这样想想，那有够鸡耶。在睡觉之前咬死他。我绝对不换只，我就站在这边。靠北！哇，哎，好痛哦！他真的是从头到尾都冲浪哎、欸，他能不能用点别的招式啊？白耶！行动会行，问题是我行动我就死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刚好就卡在那一下，他从头到尾都疯狂冲浪，在冲沙小。哎、欸，醒过来了，哎、欸，刚好，哦，妈的，回家吃土。迷存解，不要。太久没洗澡了，洗个爽，皮都快洗掉了。哎呦，他会害怕，他妈的用水，超小。随意乱舍身。不要咬碎好了。他们好会睡哦、喔。哎、欸、哦，有种，这拉达有种。啊，应该可以再撑一次吧。别睡！我奇怪。妈的，我等一下第一次他一定是恶魔之吻，对不对？我比较快，干烧死他，把嘴唇烧成烤香肠。徒弟，靠，比我还快，喂！一人一下，我应该不会死啊！下一次我应该就赢了、哦。成功了，后宫加一。我居然输了，真是太让人吃惊了！你们看那只那个脸是不是要哭了？
我他中指上面是有什么戒指还是什么？那什么？金色徽章。耶、yeah! 哎！七十级。冥想好像，冥想到底有没有用啊？虽然说提高，但是要一个回合哎、欸。刮他的毛。冥想 PVP 很强。等一下，我是从哪个上来的？啊！干，我一定走错了。接下来这个道馆会很远吗？是应该先去准备一下属性。哇，这边完全农村样哎、欸！刚从大都市回来。看到都不习惯了，哦，我有22万，好伤药厉害，好伤药了，花钱不手软，小孩子身上怎么带这么多钱？你妈妈嘞？吃万眼灵药好了啦，这解麻这些应该无所谓了吧？我怎么过生活？不关你的事。你的旅行箱怎么那么重啊？里面该不会都放石头吧？我怎么过生活？不关你的事。直接往下到了、啊。亚布博士要不要找、啊？看一下。耶、yeah ！啊！哦！法力兵！法力兵！可以微微看哦，再看看喽、哦。那个是在哪里啊？好，水之石，野狗可以使用哎、欸。野狗不喜欢它，卡住了。红莲镇，哎、欸，道馆就在旁边呢、欸，可以直接开干哦。能不能？修路？这间是什么东西啊？往他嘴巴里面塞进去，看他反应怎么看啊？他不爽了，他是没有啦，他是要屁股转过来，让你把石头塞进去啦，你懂不懂？不爽啊！今天是什么？宝可梦屋？怎么那么多拉达？哎，这拉达妈的暴走啊！这些怎么这些东西怎么都会暴冲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
我觉得接下来应该有地方可以让野狗再学一些新招式哦。可是这样想想，全部的属性好像都已经有地方可以学了嘛？要草有草，要格斗有格斗，什么都有。这个是不是就是关超梦的地方啊？生产用的。好，有了。这边的这个地方就可以回去了吗？拿到这个钥匙，我就可以去打道馆了吗？把糖果全部拿去喂梦幻招式机打全部，也是可以啦。啊，我有史物一曲，我就厉害啊！有没有氪金玩家？啊，你宝可梦够？你想要黑盒子哦？你想要抓美露达哦？我有你没有啦，呼呼呼呼。这是要干嘛？馆主，怎么挑战猜谜啊？玩个宝可梦从来不用脑袋的好不好？要问小孩子一大堆我不懂的东西。他们怎么都带胡子面具啊？这是干嘛？直接打、啊？你是在玩什么东西？我完全不懂。乱打要对战了、啊，可是我不懂啊。他会很难的题目吗？第一题，吐火？卡地狗不是也会喷火之类的吗？鸭嘴火兽好了。冰崩冰崩，那光头还要跳过来。八个。嗯。刚打火，效果不好吧？是不是啊？错了就算了。哎，怎么一直对啊？哇，我没有在记这个哎、欸，靠呗。那我问你们，招式学习次第23招是什么？靠呗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哎，怎么一直对啊？死死落完。接下来的对战的对手是，就是你。伊布笑得好爽。这特效排场做得很足哦。不像我们的跨年夜要看星海，要看人家打星海，妈的！光这宝可梦的排场就比那个打星海还爽多了。雾偶夜，雾偶夜，雾偶夜，傻小，妈的！他的眼睛会起火哎、欸，好帅哦！他就是制作超梦的人哦，这么屌！什么东西啊？混乱呢？掉掉掉！哎、欸，还是有的放嘛！居然是宝可梦，那个不是那种玩的。
这个宝可梦我觉得应该出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人类，他很喜欢宝可梦，但是他也想要亲手击败宝可梦，他就把肉体锻炼到极致，变成了宝可梦格斗家，然后就到处跟宝可梦用拳脚战斗，这样。大家有没有看头？炽天王有一个。有没有发誓，或者是他的目标就是跟宝可梦交配的人类，有没有？干他妈，这怎么越炸越痛啊！我把自己撞死了。这时候要吃伤药了，痛痛的。火速狗，极速狗 ，Sky 狗，等一下我就吸它一下看看好了，它应该会比我快哦。我比较快，干，啊，死了，我每个都这招啊，干。龟见水，煮狗肉，看这都要打两次才会死，他们血其实也是蛮多的，我还可以撑一次啊。我想要把我的野狗复活一下，才可以有经验值可以吸耶。换一只，来干，按错了。哇，把它皮毛拔了，做衣服。好火球术，爽了爽了，他可以去死了。你拔他的毛皮，燃烧殆尽，那他应该变成灰色才对啊，头发都白了这样。虽然他没有头发，我觉得这些道馆馆主打到钱都比那个谁啊，青绿哥还少哎、欸。耶、yeah! ，今天打了两个道馆哎、欸，好爽哦、喔！大字爆焰，火系大绝招是哪一招啊？火恐龙，大文字烧，送神之火 ，OK 啦，随便啦，对历史没兴趣，拜拜。大字报120哦，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什么冲锋火焰换了？伊布那一招，他该不会要跟我对战吧？唐青氏。OK， 只能放五次哦，这么渣、啊，而且有命中问题。干，喷射火焰，看起来很开心。OK 啦，算了，别吵，补血一下，下次再继续。下次玩我应该可以拿到8个徽章了、喔、然后可以去看一下炽天王了、喔、是不是？嘟嘟嘟嘟嘟，说到好火球，让我想到佐助的女儿为什么看起来都这么骚啊？那个小孩子而已，怎么穿成这样啊？一副就是要勾引男人的样子。我他妈说真的，我不是开玩笑。6个，耶、yeah。
吃天王前要走一段路啊。OK 啊，下次再玩啊。今天的道馆好快哦，不知不觉就打两个嘞，路不会很长啊。那个西伯尔公司那边主要是有攻略，说知道往哪边走就快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可不可以？行不行？能不能？要不要？好不好？我先把这个关掉了。